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与我们同行，赐下你的平安、喜乐与生命，让我们回到你爱的家，这永恒美好的家。我们赞美你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来到你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跟我一起唱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。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以恒这段之后拿远一点麦，以恒麦拿远一点点。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完全没在听。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陈伟，那我再跟他讲一下。可立可。让我们一起来唱，亲爱耶稣，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耶稣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。我看到家的光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。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。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抱歉，我们注意一件事情。普世欢腾第一的主歌1的那个普世欢腾，我们唱救主降下，好不好？普世欢腾，救主降下，好不好？不要唱下降，谢谢。救主被下架哦，八零版是不是？啊，哎，现在衣服大家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。我是错的，我也不是。哦，一心他说他也不是啊。有四的举手好不好？四的举手。哦，好，有两个四的。哦，好，只有两个四。你也是啊。
你衣服是对的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哎，什么问题啊？你觉得你的衣服不对吗？头发还没有对啊。哦、oh, 好 ，OK。我们到时候是红的啦。全部都是红的、哦。嗯，红和白。红和白 哦, 哦好，不要绿。嘿，现在这时候我不要绿。好敏感哦 ，sensitive 呢。不要这样子。那前面异星的部分要再试一次吗？好，那我们再走一次，再走一次开场接普世欢腾。开场接普世欢腾。对不起，然后那个歌手你们的位置啊，秉浩你应该要再往你的左手边再一步，所以婷婷姐你要再往接左边再一步，好不好？康力哥你也是，好不好？你们整体都要往左手边再一步，因为左边太就是对对对太挤了。这样吗？我们刚练习的时候下的点是对的吧？很棒，谢谢。很棒，很棒。对，因为你哪里不是？因为你最远，要早一点。我要在要在他们录的快要下。首先昨天听了录音，因为还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录音。我录音，我自己有录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来到卓越美和堂。在节目开始前，让我们为大家报告几件事情。下礼拜就是圣诞节了，彩云好想跟大家一起过圣诞节哦。那当然没问题，下周二晚上8点在卓越美和堂有平安夜音乐会，欢迎大家来听圣诞歌曲，一起 Merry Christmas。 那圣诞节过后就是跨年咯，今年我们一样有跨年祷告会，时间是12月31号晚上9点。最重要的是隔天一早在四楼广场，我们会举行元旦升旗典礼，以祷告送我们的国家一份大礼吧。让我们用感恩的心结束2019，以盼望的心期待2020新的一年吧。好了，甜甜，快开始了，让我们为大家报告几件事情。在演出过程中，请勿随意走动；拍照或摄影，请勿使用闪光灯。会场内禁止饮食，并且请将您的手机调整成震动或静音。让我们给彼此一个最优质的观赏体验。接下来要一起倒数喽，10、9、8、7、6。5、4、3、2、1。其实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没有很往下的，就是我觉得，哦、哇，太巧了，失败了。音有意音海。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；在地上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。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
里面倒数一分钟。倒数三十秒。走灯光秀就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谁在唱下架，我们就把它下架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把它下架。真的，陈伟，你确定在下架？那下架那两个字绝对挂 auto tune 哦，好、哦，绝。好，再走一次前面，直接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再过来一点吗？One。待ください。大家等等，暂停，暂停。你要先帮我们定位吗？如果其他人都 OK， 就他是不是？好，其他可以是不是？好，没事，谢谢。我们等一下一星哈。你对这个、啊？对第三个也可以。对，好享受。等一下，一星哦，他先开一场传说哈、哦。啊、哦，他要先下架是不是？可吗？行吗？好，等一下。泽泽，那个影片倒数的最后十秒，五四三二一的时候，你鼓可不可以帮忙一下？感谢。鼓帮忙打那个，就是你有看到那佛教那个打咚咚咔，咚咚咔，可是我要木鱼声哦，用鼓边啊，用鼓边，哎、欸、对，你有看那个吗？